我介绍还没介绍完呢。介绍啥呀？介绍一见到你我就紧张，你看我的手还在抖呢。非常喜欢你的表演，而且我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可爱。那你嫁给我好不好？我认真了。他前面他是在玩闹。如果不是时长限制，我觉得我能听他一直唠。我也愿意为你唱。他说了，他愿意为你唱。其实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能够见到杨幂老师，我特别喜欢杨幂老师。这孩子刚才还说就喜欢我。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。接下来我用一首歌来抒发一下我的感情。爱上了你，请你嫁给我。